话无可能讲死嘛，哦，所以就是无可能讲死开。你甲我讲上讲诶，因为市长你说会做满四年了，伊讲你会做满四年吗？哦，伊讲上讲诶，但、就是迄个是伫内底咧解说，纯人内行诶听着，我毋是安尼解说啊，所以出来阁顶甲你问一遍，顶甲你问一遍，即马的。伊甲你讲，我无安尼讲，哎，都有媒体他即讲，伊讲要做好做满四年，明日来伊出来算了对了吼，比如讲最后，伊当然国民党有国民党的规则嘛，但最后啦，伊出来算，你看讲白贼，吼，即卖就先来甲你拔旗骨，你茫当做迄报纸无效呢，伊报了明日就好，你看伊讲安尼吼，讲白贼，无安尼讲小害，这叫乌克兰红条，像我也无讲一斤三十块。啊！恁就讲我去干买油啊，迄一斤三十块。你做甲行政院长，你讲迄句话三十出来，你感觉你咧甲油啊拢抢后脚呢？哦，你硬抢后脚，迄能力你唔说有堪只搬箱咧交接，无你先啊袂进，无就甲饲油变三十块。能力搬箱就用三十块要甲油啊拢买啊，所以只油啊拢大家愤慨啊，讲叫我爱讲个清楚。哦，我是本来不爱，因为商业机密咱袂使公布。啊！即摆足热啊啦！遐油啊，人讲安尼，我互你害甲无饭通食。阮的油啊，本钱都有三十块，我要卖你三十块。少林，你来甲我买油，我本钱了三十一块三十二，我会卖你三十块，佮甲你签约。我卖愈济，爱了愈济，有安尼的道理吗？啊！你身为行政院长的，会落差人吼，准做你做了无好，你嘛爱问一下。啊！佮满兜都有两。八百加一公斤啊，一架当啊收五万斤嘛，四千万斤，啥物咧？麻豆甲收酒的甲两百偌万斤尔，安尼你也想要选总统？那你看人韩国的两个差较济。哦，小等下我甲你公布讲，我要我这，我实在是吼，我先互恁看啊，啊，卖讲啊，吼，卖人讲，卖人讲，这几啊十万人你看呢？好安尼哦，啊，恁看看，卖甲厝边头尾讲，吼，伊讲一斤三十。到底一斤多少啦？我讲给你听啦吼，咱的油也有分四级啦，就是讲，伊这是一箱六公斤啦，就是咱十斤，咱大斤十斤啦，一箱十斤啦，十斤有迄个九粒十粒，就是一粒斤外的，迄上歹的啦。迄你介绍一斤咧卖吼，无贵，咱拢知影。上歹卖，伊甲买上侪，上歹卖甲你买上侪，九粒十粒或者上歹卖吼。十一粒、十二粒的，对不？十一粒、十二粒的，十三粒、十四粒的，十五粒、十六粒，你看卖啊？安尼贵，上歹卖的就对啦。巷口偌清掉，你买偌济，人佫加两成。你若买三十，你若佮买三十，伊三十要卖你，我三十六佮买。安尼有水无？上歹卖的，哦，这上歹卖。十一粒、十二粒的，一斤四十二块啊，高价哦。哦，咱即摆摸到高龙，你拢看到啊啦？看两届有咧做爱心无？哎，咱咧搞啊扭曲抹黑，我拢掂掂。我下到第四件，我去到大年的第四吼，我也唔敢讲话，嘛无我都喘气。十三粒、十四粒的，一斤偌济？四十六块啦。这甲恁买十五卡会贵啊？吼、哦，上水的、上好赚的，一箱啊，十斤内底十五粒、十六粒，上好食的。你看恁较卖人五贵尔。好货，你著交予你的顾客哦。人安尼，这通路商交赔水哦。好货，你交予赖老师，逐当拢甲你订，你继续订予伊。伊甲你买五几，歹歹卖，伊甲你买十五几。安尼有水无？这种甲放大予乡亲看卖啊。吼、哦，实在讲个啊，挂肉房价阁嫌臭车，我都无咧选举，都拢咧卖果子。啊，恁安尼对我卖家乡对白都好代志。啊！你著搁赌一个，啥物我订单拢红色个，好佳！我今仔拜托伊用白色个给我印。啊，实在吼、哦、有够激个啦！啊，搁讲啥物？这通路商有鬼啦，有诶皮无诶啦！我来讲，这通路商是我男女中诶同学啦，实在有够激个啦！我愿意。啊，你吼、哦，毋是啦！你做过行政院长，你一句话讲，讲阮诶订单油啊浓一斤，含我签三十，你会死人呢！满兜八百家啦，俺只油啊农，恁拢今仔有咧看，恁叫我讲的，你下暗你就转来看啦。伊讲满兜的油啊，才两百几，
几万斤啊？到底有啦？迄一日是电视台即台伫遐报，有啥？人讲，人迄个油啊，拢是讲到底詹文溪补，啊，咱的二无拍詹文水库，安尼迄个报纸今仔个讲，吼，到底詹文水库炸了，互阮掠去死啊？靠，可能到底詹文水库？哦，安尼你啊，硬要徛咧，把紧，那是讲詹文溪补，但是电视台拍詹文水库，迄拍唔对，迄是爱更正，啊，唔免就用安尼讲。过来三十块，你这过行政院长，你才会使讲人签一斤三十块。这商业机密照你讲袂使，我是征求通路商的同意，因为人伊要把这个码头的文旦包装，甲变作水果王，起啊做作祟，所以介绍袂甲怪。啊，即马像百果园，咱伫只讲啊，讲伊甲买十三块三，即马百果园的网络去用灌爆。啊！你甲台湾买十三块三一粒起来嘛，较五十块的台票，谁那来阮这买四十五块的人民币？您不了解大陆的网友，我跟你讲，在这边哦买了五十块台币啊，到大陆变成四十五块人民币是有原因的。十个凤梨运到大陆，有一个半，只剩下八个半啊，会有15%损耗，然后还要坐船，还要冷藏，它还要人工清洗、物流、配送。店租成本，樱桃在美国随便买几毛钱，来到台湾一盒变1300台币，物离相贵啊，人离相见啊，所以啊，不要误会那个通路商啊，那个通路商你网路给他灌爆，我们很心痛啊，他帮了我们台湾果农这么多，其实这个凤梨我们是讲田边价钱。是给他13.3元台币，一台斤是这样算的，然后再经过现场整理，包括你影片看到那些都要工资啊，不是这样说，好像哦这个通路商赚你很多钱，没有啦，不是这样的，所以要体谅一下。那我们这个行政院长啊，就有一点毛病啦，哦，卸任的行政院长，你看看每天住钱到哭笑啊，啊，非要把我打死，什么谢龙介赢了，台湾就被并吞了啦。有这么严重吗，阿扁总统？有这么严重吗？而且一台哎，扁哥啊，你是麻豆人呢，怎么可以让赖清德说我们买文旦一斤30块啦？你加啦，最差的，这个可能只有30块哦。但是我们在一盘口价再加20%给幼农。全部拢公开啊！我们有几个产销班有，那当然有一些产销班没有接到。我也通知这些产销班，您都来接我，可以找你男二中的同学，不找我就可以说你有能力交货，但你只要不拿麻豆以外的文旦来鱼目混珠就可以来，这个价一样的价钱啊，我帮你们处理，帮你没和啦，啊不吼，我实在是等于我好能力，我某甲讲吼，做甲老官风险甲老难，咱替因庄家呢。你个甲公布，我讲袂使公布，我哪会使公布？我必须取得通路商的同意，所以才会使公布。今仔日正式甲大家公布，这新闻卖阁插落来。我本来想讲，互恁继续插吼，你会漏开，但是唔好，恁安尼插落白白报告，我尼甲乌，讲叫人拜六唔通登票号啊，讲我讲的拢假的，唉。就是安尼啦，可怜呐！所以韩国已经嘛想欢乐，都不是2020嘛，是2019年3月16日嘛。你伊敢那看一个两家伫只，哎，明浩蓝队大高群呐，迄一队来大细汉拢饲嘞，也有甲你用肉的，也有甲你用蘸的，也有甲你用蒸的，后对阿伯甲你蛋西瓜皮，互你骨头的，你看卖啊！拜托的，俺们个误会，人伊无讲伊唔算。伊嘛无讲伊要算啦，即嘛是安尼啦。